Hi everyone, this is Eva. Welcome to my channel and many thanks for your subscription. I'm here to share with you the Zentangle art from Taipei in Taiwan.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一张白色方砖作品。这张方砖作品用了彩色墨水去进行染色，不过与其他的染卡作品不同，它的先后顺序是做了调整的。在之前的视频里，我曾经介绍过，我通常会准备好多张纸砖，一次性的染好好多张卡片，这样子呢，在下次创作的时候就不必那么麻烦，就可以不用准备很多的工具。这张纸砖的创作呢，就是先把缠绕的部分画好了之后，在上面喷上大量的清水，再用彩色墨水进行染色。不同的作画顺序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画面效果，提供给你做参考，希望你也能试试看哦。